同时跟各位分享一下这首经典摇滚，由钢人二所演唱的《Sweet Child O' Mine》，听听轻快的节奏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好喝的咖啡马上就来。在刚开入口时，可以感受到莓果类的香气及热带水果般的气息；随之而来则是核果类的香甜感，在上颚还可以感受到高级烟丝的味道；最后在口中会散发出淡淡的可可巧克力般余韵，整体的味道非常均衡。各位请享用。我在享用的同时，可以感受一下舌面的层次感及完整度，值得您细细品尝。